花花盲盒，谜题们的福利时刻，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花花。大家亲情演绎刘老根，柳岩探讨演戏感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越好的演员其实他是有性格缺陷的，很多人。沈腾玩看图猜词遭遇瓶颈，无奈吐槽导演组。把你们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天浩，又和大家见面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王牌的节目嘉宾在现场的精彩表现吧。福利时间，一起来探索花花盲盒。熟悉王牌对王牌的观众都知道，花花在节目中表演过很多经典的角色。你打断了我们父女的关系，你打断了我们父女恩情。本期节目特别策划了花花盲盒，在众多盲盒之中，有些装着的是大家熟悉的花花，有些是大家从未见过的花花。一梯们一起来抽花花盲盒吧。 Round 1我是谁？花抖抖，热爱健身，抖擞精神。你也玩啊？你也玩？我没玩过。那好玩，真的好玩。我就怕有，我会有一点点晕。不晕。健身吗？健身，特健身。太健身了。特别减肥。是吗？有一个游戏特别减肥。嗯，非常减肥。我有时候早上起来起太早了，肿，脸肿，我就玩那个玩二十分钟，我哇，满全身都是汗。我看看你怎么健的身，就是狗，就这样的，是吗？就这样吧。你那太快了，不，你的手臂一直在动，这么快打鼓啊？就这么快？光剑，光剑，就是玩 VR 游戏，这最后就是你的速度就。你要这样动五分钟来连，而且你不觉得很烦？你这个全身都是，你这全身是汗。哇 ！Round two， 我是谁？花公鸡，羞答答的接受代言。
花花现在才在体态，花花下来，下蛋，攻击，攻击，攻击，战斗机，哦耶！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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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攻击的形象代言广告吗？啊，有是广告词，赶紧撸它，好吧，撸它钱到手了，开机。那咱们开始啊。好词啊，很简洁，嗯，很靠谱。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一剪接词啊。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哦耶。Round three.我是谁？无脸花，不爱露脸，双手抱胸。北京，北京。黄土高坡，黄土高坡，是一个地名。姐姐说了地名，那这样的话，我的老五哥他就是这个头也算了。当然了，那当然，咱们这比那具体多了。哈哈啊哈哈哈！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宁静的夏天，宁夏。Round four. 我是谁？花扣扣，好奇心中长居角落。就可能会有误导，反而为啥误导？他说嗯，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哦哦，用力到处勾勾，划掉所有勾勾，千百度到绝望。Round five.我是谁？萌萌花，古代与现代结合的矛盾体。我不用戴耳机了，这次手机声要不要放大一点？很大声，很大声。Round six. 我是谁？隐藏花。Cool. 花三岁，见到偶像会童心大开。都戴耳机戴好了啊！好，来，接下来沙溢，请看这段片段。你开一，我开一，黄雀落在大门心。你开二，我开二，喜鹊落在大门外。你开三，我开三，老鹰飞到峨眉山。哦
花花盲盒福利时间到此结束，再见。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嘉宾在现场接受游戏考验，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那今天我们有哪些游戏呢？一起来看看吧。我现在来到了柳岩姐的休息室，我们一起进去。请进。镜子里看到了一位帅哥。你好。你是学播音的吗？你声音很好听。我是学播音的，但是我没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呢，想要问一下柳岩姐，就是关于做主持人和做演员，然后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我觉得他们是有共通点，你要很自然很真诚，其实反而要更放松的去对待你的工作。对，像我这样有点紧张就不对，但是这是正常的，就是你会越来越好。比如说你下次再跟我采访或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一定就会达到一个你也会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就不仅仅是说我们是主持人要让被采访者舒服，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等交流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主持人还是要无所畏惧，不要因为对方有很多的光环是大演员、大导演或者是现在的热点人物，你就会觉得气势上很弱，或者说问出来自己的问题好像感觉都没有力度也没有力量。我觉得你无论遇到任何采访者都要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其实反而是对被访者所有被访者的尊重。明白。演员的话做自我就好了。对，就是有特色就行。然后就是做了演员之后，您最近看到有消息，就是凭借《受益人》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1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离开家，我就觉得应该去北漂嘛，去北京，我自己反正也遭了蛮多罪，上了蛮多当，我就觉得以后我应该就是一个人孤独终老了。那你获奖之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就喜极而泣。当时其实还是很看重，就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还是一个比较稳定和大气的人，可是你真的拿到奖的那一瞬间那种感受是我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所以就是自己为自己高兴。你在拍完以后感觉自己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有，因为我拍受益人的时候每天都是会被大鹏和导演夸我演技好，你知道这种夸你就会觉得你就会细思极恐，就是一个演得真正好的演员为什么要每天去夸呢？那就说明你演得不好他要鼓励你。所以我每天就会辩证的这样去想，我就想我管你到底觉得我演得好不好，我就自己去演，反正你喊咖喊过的，到时候万一演得不好被骂那怪你导演。可是没想到最后出来之后果然是夸声一片，这是让我很意外的。我觉得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比较规律的，要比较稳定然后比较细致。可是做演员之后我会发现你所有的精力都会变成你的演技。我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会放肆一下，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失控一下，这在我以前做主持人的时候是没有的。而且我发现演戏越好的演员其实他是有性格缺陷的，很多人就在我们看来觉得你怎么情商那么低，或者你不够圆润啊，你不太会语言上流畅的跟人沟通或怎么样，或者是你不太会讨好人。其实我觉得那不是重点，就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演员而不是一个公关或者是一个只是讨大家喜欢的人，那你就是要坚定走这条演员的路，是保留自己的纯真特点和善良。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考验一下柳岩姐，带了一些小游戏。好，先来讲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根据那个表情包的图片然后猜出表达的意思。我相信应该我玩过，但是我不知道是猜成语吗还是猜都有。那你得告诉我范围，要不然我会猜错。 OK 没问题。好，有我在放心。如果要是有未答出的题目然后才就是接受惩罚。什么惩罚？做表情包。我要做表情包。这不叫惩罚啊，这个是是什么呢？乐趣。所以还是玩儿。我们就不说考验了。就是在玩儿。朱一龙。
我就说你不用惩罚的。桃红，你看你们出的这个题，啊，羊，哎，羊跟一个软件有关系。你先别急 ，OK， 我可以的。反正姓杨的杨幂、杨洋、杨，两个字的还有谁呀，啊？杨，杨迪。耶，yeah ，对了，成语啊，成语。我还想这个什么表情？成语，饮食男女。不对。你确定吗？衣食父母。我一下子，刀剑，等一下，刀什么球？刀是用来干，刀可以用来干什么？除了切菜。你先等我想想啊，求剑，刻舟求剑。你这个猜出后面两个，前面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嘛？我猜出来了，okay， 刻舟求剑，你说了算。群龙无首。对。掩耳盗铃。电影的，哎呦，电影要国外的我就难猜了。有我在。这是电影名称啊，绿皮书啊。我还以为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应呢，难道它就是一幅画吗？对。这啥呀？这是个望远镜还是个锅底啊？是。这是两个字是吧？你至少两个字是吧？对，两个字。不知道。两个字。不知道。是啥呀？搜索这真的像个平底锅呀。好了，过。我不错。好了，好尴尬，你快结束吧。结束了。我以为要说啥。没有。那个，其实我最近有看你微博，然后我觉得你的私人生活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没有，都他发了。哦，是吗？好吧，结束了，关了吧。小侄女帮你拍照片啊，还有狗狗啊。你没发现他们没出镜吗？因为他们长大了，我哥已经不让我拍他们了。大家还是要尊重他，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所以网友经常看我发完之后是说，有本事你自己生啊，你玩自己的侄子侄女干嘛？我想想也蛮有道理。哎，早晚有那一天的。哎，我又说错话了吗？拜拜。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接。Hello， 我又来了。猜猜我们现在要去找哪位嘉宾呢？进来。沈腾老师好。Hello。我今天知道沈腾老师很辛苦，然后一直录节目到现在，然后我是来找你玩游戏，就是看图片猜词语，人名。Lady Go。第一个。杨尔车纳姆。对。这个太没有技术含量了。第二个。范丞丞。厉害。这个，舒淇，这速度简直太快了。杨车，哎，这个有一点难度。杨景，杨出租，杨哎，有类似了。杨租，杨，有一个软件跟出租车有关系的。快车，类似的。快，哎，我就是是嘴边想不起来。打车的啊，杨迪，对，啊，杨迪，我的妈呀，这也太绕了吧，这个。然后下一个是城市，城市，珠海。第二个，杨园，太原。然后第二，下一个，交比，香港。香港，对，钢笔，因为它是一支钢笔。电影，叶问，李安那个，名我忘了，什么？就跟一个年轻人有关系，坐着船。海上可以滑荡月年浪的前一个字海很浪飘啊别飘对飘奇幻飘少年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记奇幻漂流先过吧这个希尔峰，
手机、耳朵、龙卷风，跟他们的功能有点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时间，也可以用手机啊。然后包括其他的，看天气，对啊，录音，哎，啊，所以是录听风，很接近了，窃听风云，对。这个好像放大镜，有人说它是锅底，这啥呀？这是个望远镜还是个锅底啊？锅底就是放大镜吗？对对对对，你说的对。放大镜是电影名。只要两个字就好了。放大。对。我也没看过这个电影。刚才还是有错的，本来应该有惩罚的，但是。鉴于沈腾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所以我们就不惩罚了。把你们能的。谢广坤率原班人马演绎乡村爱情新编。好赖我谢广坤在象牙山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对吧？老谢家谢氏家族在我精心的管理之下，是相当和睦。你还知道磕碜呢？啥呢？这是你自个儿啥人品？你知道不点？你有啥？哪有你这样事的？一起相守到白头，白没白咱先不说，头发呢？我这脸往哪磕？我啪啪打脸呢！不是，今天这婚是必须得离。贾玲变身王牌侦探，脑力值爆表。七个铜板就买两份包了。七个铜板买两个，这是卖给顾客的，那么进价一定比七个铜板要低，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比正确答案还要精确。陆雨鹏与尚雯婕再相见，师徒二人相谈甚欢。哎呀，我得变了，有感触吧？就是。必须要拿个东西，我这人好紧张。你可以把姿势放松一点，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塌一点。